彼得垂通客家文化艺术，新竹县文化局对26年前起始来办理的优秀艺术家新传展，今年是用金碧来做主题，也其实在彩地的美术馆展出艺术家去面向48幅的油画作品，大部分艺术家的呈现按民众看到无同样的客家艺术。民众真少欣赏油画作品，感赏艺术家，更加无空接近这款的旧土。来新竹边文化桥，正因为天然是柳嫩的新鲜等，突然跳过就秀艺术家的人生，希望的民众每种样样求着采访艺术作品。我们新竹县是北台湾的客家的文化重镇，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。那新竹县呢，已经连续从86年开始，连续26年办了艺术家的新传展，那已经累计有50位的优秀的艺术家来进行参展。今年展出作品的艺术家，是出身的新丰乡的柯平勇，因为出生后是天卡一位阿姨，韩国卡状态给受访。留下真深刻的印象，数日便展出了78幅的作品，就全都是以他种族题材。这一件旧街情事呢，它其实是很多的旧街老巷，尤其我们客家人住的那个老房子，上面有一些破旧的陈年的历史轨迹，然后呢，可以诉说我整个成长的过程的历练，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我们客家的风情跟文化在上面。我们新竹县文化基金会透过这一次的新传展，跟许冰香老师合作，我们推出我们的文创商品。那这个文创商品呢，我们是用手提袋的形式来呈现啊。那我们总共有选了2幅作品。新竹北文化局讲，目前收提推文创商品，配合作品展览密切，希望家人艺术的民众千万唔好错过，你从真挚的客家艺术台展。客家新闻网网友新竹报道。